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婆，欢迎回到宠物模拟器 X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看观众有没有达成我们100 B 的目标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要抽大虫给观众喽，耶嘿！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是下一集见喽。OK， 我们来看看观众送了些什么东西。哦，第一个是这个紫色的70 T 的这个。最后一个关卡的那个兔子，这个也是蛮难抽的啦。他抽到这个用成紫色的也是不容易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个是给涂鸦机吗？105 T， 后面涂鸦的关卡，宠物真的战斗力都很强。这个送了狗狗 ，OK， 狗狗、哦。他说这个是新年红包，哇塞，紫色的四 Q， 哇塞，哇塞，四 Q 的涂鸦。猴子哎、欸，哇哇哇！谢谢，我不喜欢宠物，谢谢，什么意思？你不喜欢宠物，谢谢是什么意思？哇，他送一个金色的蝙蝠猫啊！哦，谢谢，而且还是一叉的，太感谢了。这个是像素的那个龙，紫色的，谢谢。然后这是涂鸦的，哦，这个如果升上去的话也是蛮强的哦。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希望你能祝我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哇，生日快乐啊！下面这个给了大虫啊，我来看看哦。他说只有我在录影的时候才可以拿这个大虫，而且是圣诞大虫哎、欸！哇塞，我又截了一个图进来，谢谢观众，谢谢你。各位观众就是尽量你们送一只就好了，不要重复送，不管是送什么都没关系。就是你想上这个部影片的话，你送一只也没关系，我是收，但是送一只就好，不要重复刷，好不好？他送了一个这个骷髅头的，然后飞机 M2 的。哇，等我要收集大家 N2 的时候把它们合上去，哈哈哈哈！这送了5亿，谢谢。然后这送了一个圣诞小精灵，谢谢你。然后这送了绿色的恐龙，蛮普通的，蛮普通的。然后这个送的是音乐猫，也是蛮难抽的，我还加了100万，谢谢你。然后这是涂鸦的 59.6 T， 这个很强哦，这个是还没升上去的哦。哦，飞机猫也是蛮普通的。这个送了涂鸦的哦，金色的105 T， 这个升上彩色再升到顶的话也是蛮高的，嗯，还送了10000，谢谢。然后这是圣诞版的，这个已经看了很多次了，哈哈哈。这个是那个像素猫哦，蛮普通的。然后这个一样是圣诞的 ，OK。他说能不能给他一些钻石？钻石哦。哦，有了，寄出去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下一个。他说我是新的粉丝，请多多关照。好，感谢你。他给了紫色的飞机猫啊，很棒很棒，还要给10K， 不错不错不错。哦，这是涂鸦的，哇，彩色的一只两只。啊，感谢感谢感谢！天哪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收集到观众的，然后再把它合成紫色的，不知道会不会很猛哎、欸。这是涂鸦的啊，送200万，然后送这个鲨鱼，这个是升到紫色的，也蛮强的这一只。那时候啦，之前是蛮强的，现在好像还好了。要给300万，谢谢你。然后这个给哇，这个绿色的，我好像红色、绿色、蓝色都有嘞，还给了10000万，谢谢你。哇，还给一个哇闪光的狗啊，然后给了10000万，谢谢。我、哦、这个、给了1亿，然后狗狗怎么都是派对狗？你们应该是派对迷吧？大家怎么都是派对狗？太好抽到吗？这个、给一个彩票猫，然后金色的，感谢。哇，又有一只4Q 的猴子，哇 ，Oh my god！ 哎，这个一样是彩票猫，这个人送了一样的。Oh my god！ 又是这个。这只西瓜，看来我可以上电视了，对你上电视了，恭喜哦！这个给的是那个像素的那个龙，感谢他给了一个笑脸。这个是滑板猫 ，OK， 我很喜欢你的影片，然后他说他现在在影片上了，哈哈哈，谢谢哇！给了一 Q 的这个彩色的猴子哦，你们这是大手笔，这很难抽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是涂鸦的那个鸡，这个也是蛮强的，真的。普通都很强了，好不好？新的这个幸运虫，然后这是新的幸运虫 HC 的版本哦，给了一个哇918 T 的这个圣诞老公公，谢谢你。然后给了2亿，谢谢。哎，这个跟刚刚那个人送的一样的，
哦，这只也不错，72T， 感谢。哇，一叉，这只超可爱，我真的觉得这只好可爱。他送1000万，感谢你。然后这个是送这个，哎，我刚刚收到一只金色，现在收到普通版本的200万，谢谢。彩票猫，又是彩票猫，怎么多只彩票猫？这个是彩色的鲨鱼，他说很喜欢看我的影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喜欢。这个是他第一次送宠物，我希望你会喜欢。会啊，喜欢啊，观众送我都喜欢。而且他送的滑板猫，刚刚是我刚才看到普通版，现在看到现在是有这个紫色的，哦。真的是，哇，这个 HC 版本的，哇，都要抽也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弄，哎，辛苦你了，这个骷髅的骷髅马吗？他送两只一叉的，太多了吧，大哥，哇，这送了，这个送了，哦，大丑，哇，100B， 还送了一只大丑，太扯了吧，而且送了两只，他不只送一只，他是送两只啊，哇。解锁新图鉴了，这个送了派对猫，这可以卖800N吗？他给他取名800N，他说希望我喜欢这只宠物，喜欢啊，闪版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哇，420T 的，哦，这个真的强，这个很强，哦，这个再升到这个紫色区应该更强哦，又是彩票猫哎，哇，我这样子等一下就可以把它升起来了，观众之力啊，他送钱又送宠物。大破费，他来自加拿大，他说来自加拿大，然后喜欢我的影片，来自加拿大，但是我会说中文，哇哦，厉害 ，Happy， 哎，你的 Y 呢 ？Hello， 你的 Y 呢？这个一样是圣诞版本啊，送2000多万，哇，观众是很有钱是不是？Happy， 然后送的这个也是圣诞版本，这只也蛮强的哦。然后这个是这个应该是科技那边的，对，金色的，感谢这个上了1亿，然后送了彩版的，哇哦，彩虹的哎，哦，这猴子我现在越来越多只喽。然后他说嗨 ，hello， 哦，这个是紫色155T 的，他说他有这个，好的，感谢你，我收到了。他说订阅我的频道，感谢你，他送我4Q 的，我已经收到第三只还第四只了，哦，有钱人，有钱人，哦，厉害哦。这是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个好特别哦 ！EQ 不对不对，这个是一叉的哎。然后它虽然攻击力不高，但是它很有收藏的价值哦。哇，我这里一直在解新的图鉴哎。哇塞，下面这个又来了，又是大虫，而且50B， 这样子我们就1500亿嘞！1500亿不是一个小数目哦，各位观众，你们冷静点，1500亿超级多的 ，Oh my God。哇塞，红包啊！天哪，这个是音乐吗？好可爱哟，这个真的超级可爱的。哎，这个是 Hello， 怎么被禁言了？这个是说你一定没有这个。哎，这个我还得过，不好意思。他说我这个一定没有这个，我这个还也有得过，还去买到的。你一定没有这个，我也有这个，我也得过了，哈哈哈哈，嘿嘿，你以为我没有吗？我有，这个是彩版的圣诞拐杖嘛？对，谢谢。然后这个是音乐猫，谢谢。一叉的，一叉的又来了哦，哇，这个是孔雀的，哇，彩版的。哦，超棒！然后这是普通的狗狗 HC 版本的，谢谢你。这个是圣诞的 ，OK， 谢谢。心意到就好。然后这个是哪一关的，我有点忘记了。不过也谢谢你。这个是飞机猫一样，谢谢。现在飞机猫已经不是最强的，现在是涂鸦是最强的。然后这个送了普通的宠物，谢谢你。这个也送了普通的宠物，谢谢你。然后这个送了彩版的，感谢。这个送了派对狗，谢谢你，派对猫，谢谢你们两个，彩票猫，谢谢，然后圣诞的，谢谢，这个是这个人，1234，谢谢谢谢，他送了这个幸运虫，这个是橡树绒，然后这个是科技区的，然后这个是圣诞的，感谢，我收下了各位。Oh my god！ 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去买新的
大宠给各位了，直接去买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去买。我说要买比较特别的给观众，这个大宠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啊，买这个。哦吼，大宠哦，特别版本的。再看看这个72B 啊，太贵太贵，不要不要，太贵太贵，跟大家喊到。Please， 来嘛，降个价嘛，降个价嘛，大哥，为了观众嘛，降个价嘛。他真的要卖50吗 ？No， 太贵了。跟他喊。为了大家，阿康，你过来一下。这一回更好，能否？100B 割爱两只，不然这样105 105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被买走了，谁买走？不行，我要走，我要没特别的东西，我先走，居然买走了。买爆买爆，我买起来 ！Oh my god， 10P 居然10P 买到这只，太便宜了吧！你居然割爱这只，不行，我必须用这个价码跟你买。所以呢，来，这个价码我就不到这个，这是你应得的，拿去吧，孩子。感谢你，诶，到底买多少了？我看看，嗯，买了 ，OK， 终于买了三只了。哦，我不管那只有没有赔钱呐、啊。但是我想要买不一样的给观众啊！太棒太棒，终于三只都买好了，我的天哪！各位观众，终于啊，你们终于是太幸运啦！这三只，哎呦 ，Oh my god， 三只大宠要抽奖给观众啦！这下班一样照我的格式留言呢，就会把这三只给各位哦。看清楚是这三只随机抽奖啊！啊，你们真是幸运呢！这次不要再给错账号啦，哦，是你的游戏账号哦，不是你的昵称哦，昵称是寄不出去，那会很可惜啊。大宠哦，各位大宠。好啦，那么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影片下方右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有喜欢订阅旁边和铃铛，帮我到按下。有什么想法意见呢？留言在下面，随时关注我动态，持续什么想要记得 Facebook 呢，也要到 IG 支持我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